大家好，现在是养多肉的一个最佳时期，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时期，让自己的多肉呢生长得更加漂亮，更加健壮。首先第一点，我们一定要给它放到充足的阳光照射，因为现在气温下降，给它多照一下阳光，对这个多肉生长是非常有利的。因为多肉呢，如果高温的时候你给它照太阳了，很容易腐烂，这个时候呢低温的话，大家大胆放心的给它照射一下太阳，让它长得更加健壮。那么第二点就是施肥，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增加一点施肥的量，但是大家也不要过量，增加施肥让它生长得更加旺盛，更加健壮。第三点就是浇水的话，我们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增加浇水量，因为现在是多肉的生长季节，所以说给它增加浇水量，让它长得更加好，更加快。那么好了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段时间养多肉呢，我们该怎么正确给它光照、浇水、施肥，让它长得更加好。希望这些方法呢，也能够帮助到大家。我们下期再见。